大家好，我是浪人水行侠大木。想要成为水行侠，首先呢，你要能在水中自由的漫步，在海里把海里当自己家一样这样走，还可以跑哦。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到的，我就游着游着，他突然就自己走起来了。他可能想表示说他不会游泳吧，因为走得比较快。到底怎么做到啦？首先你要将查克拉凝聚在你的脚上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走了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